搁到了毕业的季节，博洋乡里幼儿园举办108学年度毕业典礼，甲才艺表演。乡长代表会主席等人拢到场祝贺，并且颁奖鼓励优秀的毕业生，希望这囡仔拢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伫个毕业典礼，小朋友是表演家己的才艺，乡长柯文平嘛变装，甲大家做伙来同乐。博洋乡里幼儿园举办毕业典礼。乡长柯文平先恭喜毕业生完成人生一个阶段，并且迈向另外一个阶段。另外，也祝福每一位毕业生未来会当快乐的学习成长，探索新奇的未来。今天是我们五元乡里幼儿园毕业典礼，总共有101位的幼儿园小朋友毕业。而我们比较推翻传统，就是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才艺表演。小朋友毕业，家长拢真欢喜，摕出手机啊、相机来翕相做纪念，留下难忘的回忆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播言采访报道。